哎，哥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分开过，居然要一男一北，没有我你该怎么办啊？欺负你是不是讲反了？应该是你没有国两该怎么办吧？你们龙泉双胞胎即将拆伙喽！你不是很想要摆脱我，让你追女孩子就不用担心太多了。哎，不对哦，是要有你。才有女孩子。哇，师傅，你终于认清事实了。先救下啦，你们是有病哦，死到临头了，倒不逼您走死你们。师傅，自从你曾经是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的，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瘦之后，一定会比你还要帅。<笑> 他说什么？听不懂。他说，他们瘦下来会比你还要帅。哦，好的。哦，你们再怎么瘦，还是一样龙龙跟瘦子而已，好不好？苏静还真衰。亮亮，你还好吧？哦。 这你就不懂了，好不好？估计呢，因为要跟环曼令分开，到南北，知道吗？他心痛啊。没事啊，现在高铁很方便，别担心。对呀，想太多了啦。哎，聊天啊。好，各位，不要以为离开这里就上天堂了，你们下部队以后就开始怀念这里，怀念班长对你们的好。 班长，你放心啦，我们会深深的缅怀你。哎，一鞠躬，一鞠躬。你们干嘛？我是死了吗？还是你们先看到的是7天过后回来的班长？干什么东西？啊？